投了5.2局，自责分率是3.18。一个比较大转变就是后来他算比较有这个长打的一个发挥哦，这球这是向魔力的优点，有一定的稳定性，它能够持续在每场单场，哇，这个开赛向魔力状况很好哦，连2K 啊，它是25公里哦，中间夹，那这球听声音打得蛮扎实的，左半边的平飞安打，哦，一路快滚到了警戒区啊，所以这边申浩伟上二垒没有问题，哦，变化球也被抓到右半边，右外手往后退，这边林书义，哇，果然判断的相当精准啊，直接接近了手套。